讲到即马年尾到啊，台北真侪间食甲饱的餐厅拢讲袂起价，大家开定定去食的即几间，亲像台北军官假日用餐都要起100块，金华旗下的太市场阁起愈强，一顿都要甲你起730。文化东方假日时啊用餐，一个人嘛要加开300块。大只个甜的胭脂虾，也会使做沙西米食的飞机，予人想要一定要来吃。这是台北有名的泰式海鲜食到饱餐厅。不过十二月开始，想要吃到这款的菜色，平常是暗顿爱加开730。物价有涨，这个是事实嘛？对，那但是这个真的就是跟你外面的物价比起来，还是太多了一点。我们也是觉得它涨太多了，打击很大。对对对，所以我们就立马就改成就改今天。松叶蟹脚无限量供应。因此在餐价上面有做一些调整，截至目前为止，所有的定位呢已经近乎客满。业者讲，这是因为十二月开始推出超过10种虾的料理，加龙虾、干贝这些高级食材，计小就是调整。以这阵拜一到拜四暗顿来看，是1150块加一成，下个月开始爱1880块加一成才吃得到。另外，滚瓦饭店的凯菲屋十二月开始加你食饭，每一个起100块。台北文华东丰酒店明年一月初五开始，拜六中昼吃饭，一个要加开300块。每年都有所谓的定时调整的一个习惯，就是包含了例如说把隔一年的促销方案、原物料、人事等等，把它给纳进去，变成一个调整的标的。那吃到饱餐厅发起价，就连边界餐饮品牌松屋对十一月二日开始对半成两升级。半成两对二五起到30，不过根据中央大学大经研究中心调查，十一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多数比将对未来半年过来物价水准，伫维持稳定部分，对顶个月2.5%成长到这个月2.8%。跟上个月或上上个月比，就是情况好一点，它离就是100分，其实这个距离还蛮大的，所以它也是代表民众对未来物价上涨的这个忧虑啊，还是蛮深。国发会公布十月景气订号转做价面拿顶，不过考虑年底进行出口转为正成长，十月景气订号可望到5拿顶，年底到明年初景气转好机会大大增加。记者综合报道。